本钱社保费收征，行通同性名录业务服务契约范本，要求天星驿站要提供消费者企业的免费试用期。现时天星驿站也如推出的双面试用方案，不过手机费最近才接到消费者投稿，企业的试用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。手机费服务主管机关应该同样的注意事项，写提天星化契约度来确保民众的权益。行通上面越来越普及，而且各大天星业者也相继推出上面试用方案。不过消基会最近接到民众投诉，表示虽然试用期是七日，不过有天星业者才规定，新手机两付期限只有三日，无形当中限缩消费者试用的时间。门市的人员就跟他讲，你要试用七天了哈，好，但是我们的领货期限只有3天哦，哈，所以你如果还要试用7天的话，可能就会过了我们这个领货3天的期限。消费者也是知道市面上天星药价门市形成小量使用，发现有药价使用含量收保证金，也是部分小量费用。另外，除了中华天星之外，也有其他间药价规定，可比摩托使用期满该时间之内判离终止，就遵照开启业主性租约。消费者认为也都不合理。如果消费者没有注意，或者是在相当期限里面没有去办理终止的话，就当然形成一个绑约的动作。我们认为在契约上的选择权也被剥夺。针对消费者的讲法，台湾泰国泰表示，行通上面试用新业就遵照消费者买东时的诚意感上去，消费者还有意识使用将会形成。同时试用签约政策，另外详细同消费者讲方案还有内容，安尼消费者有自家权益。另外，盐泉天星表示，门市另外之前同消费者讲，新业试用期满了后，会自动开启业主行租约，通常消费者可比无上继续使用，不到新业之内就取消。那其他天星业者同记者写过了下，拢还忙做出回应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